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无量寿经，请大家先开注解523页。523页，请看倒数第二行。有十住菩萨断结经结录，十舍利佛告来会菩萨：我乃习，或从一住尽至五住，还复对堕，对堕而在初住。这是引用十住菩萨断结经里面舍利佛的一段经历。他告诉来会菩萨：我就是舍利佛尊者，乃习，这个乃啊就是以往过去，乃习是从前过去。怎么样呢？他也在修行。或从一住尽至五住，他修得不错啊。当然这里所讲的菩萨是指的别教菩萨，所以这个住啊地位其实不高。他从一住呢修到二住，二住到三住，然后达到五住。可是后来就出问题了，还复对堕而在初住。你看他好不容易修到五住，后来就退步了，又退回到初住。复从初住至五六住，哎，他又往上提高了。如是经六十劫中，竟不能到不退转。你看呐、啊，这个时间就很久喽。它不是年，是劫。我们就算小劫好了，那也是很长时间了。可是这么久的时间修行，他居然都没有达到不退转。这个声音可不可以稍微高一点？怎么又调低了？再高一点好了，谢谢。下面还有一个例子，有《宝玉经》曰：“有世界名娑婆”，这讲我们这个世界了。其国有佛名释迦牟尼，若诸有情闻彼名，于阿耨菩提得不退转，有彼如来本愿力故。我们知道，只要生到极乐世界呢，就肯定会证得不退转的。不但不退转，而且是圆满的三种不退。而前面我们所看到的舍利弗尊者，他早年修行呢，只是有一种不退达到了，未不退。
从这就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修行之路不平坦。所以佛在经上也告诉我们，佛子不先学小圣后学大圣，非佛弟子。这是非常严厉的警告啊！所以修学佛法呢，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能够劣等。那他经过60小劫的时间，还是会啊进进退退。而我们在引用《宝语经》上这段经文，你就了解到，释迦牟尼佛太慈悲了，他那个悲心呢，跟阿弥陀佛是一样的。凡是能够听到释迦牟尼佛名号的人，都能够在这一生当中有大成就。那我们也了解一下释迦牟尼佛名号的意思是什么。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极静，佛是觉悟。也就是说，他老人家这一次来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他教学的总纲领是什么呢？三个方面：仁慈、极静、觉悟。所以我们对待任何众生都要这样子。这个众生就包括有情众生、无情众生。其实关于这一点呢，大家看《弟子规》，您也能够体会到一些。孔老夫子教我们大家：凡是人，皆须爱。而佛家的范围呢，就更广大了，一切众生，他通通都要啊，平等、清净的来照顾。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境界，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他始终都保持如如不动，没有任何贪嗔痴慢的想法。他的所作所为绝对没有个人的名利在其中，他只有一个想法，帮助大家能够尽快的达到啊觉而不迷啊。所以我们能够把本师的名号搞清楚了，依照这个纲领去修，您将来呢也能够证得不退转。古代成宪师赞此愿为世尊500大愿之中最胜愿也。闻名号现证不退，释迦牟尼佛也有这一个愿，所以他跟阿弥陀佛呢发的是同样的心呐、啊，所谓的佛佛道同。可见两土导师同发此最胜之愿，正是一路涅槃门也。所以佛跟佛啊，的的确确都是志同道合。你看人家心同、愿同、解同、行也同，而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翻成中文就是无量觉、无量光。当然这个意思啊很多很多，用这些呢来做代表。法藏菩萨他用一切诸佛共同的名号阿弥陀佛作为这一次他在极乐世界教化众生的名号。那等到他以后在极乐世界入般涅盘了，后面一尊佛观世音菩萨示现成佛，那还是不是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呢？就不是了，就换了。所以一个时代呀、啊，有一个时代的做法。那阿弥陀佛这一个名号呢，它是所有佛共同名号，所以我们念一尊佛，等于把一切佛都给念到。
给无量菩萨未到不退之位，虽极勇猛，如旧头然，但以藏缘近来屡屡退转。的确啊，我们就是这样的。这些话呢，都是苦口婆心的教导我们大家，真的修行之路啊，一定要有耐心呐。大家看一下《净土圣贤录》，许多高僧高士往生极乐世界，他们一般念佛多长时间呢？三年，你要有耐心才行呢，是不是？没有三年的功夫，那就不能往生啊。可是这里讲了吗？许许多多菩萨修了那么久，都还没有达到不退之位呀。那换句话说，连须陀洹果都不是。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属于什么地位呢？这经上讲，四相四果，我们是属于初果相，还不是初果。那初果就是须陀洹果，在大乘菩萨呢叫做初性位菩萨，他们也是非常了不起啊，证得88品见惑都断掉了。如果他再把81品思惑断掉，他就证阿罗汉果，就出去了，出六道。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舍利弗尊者这个例子，你看他修了60小劫还没有证得这个不退转。所以这个学道的的确确啊，增上缘是蛮重要的。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如果能够帮助我们呢，我们就会提升非常快。我们现在遇到的净土法门，那是无比稀有难得的因缘，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称念弥陀名号。真的，人呐，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业障就会现前。俗话说得好，人都是要吃五谷杂粮的，这一生当中会不会生病呢？能够一辈子不生病，那是大福报啊！总是偶尔会怎么样呢？有个头疼、身体不舒服这些状况，这都是业障嘛。身体不舒服啊，就会影响到我们修学。所以啊，只要是有这个空闲呢，那就应该要真正做到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学道贵在专精，真的不要杂修。杂修的人呢，最后有大成就，那也不是一般人。我们看到古大德嘛，就有一些是杂修的。可是杂修的成就不如呢专修的人。最明显的例子，这个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漏将老法师，您说他专不专呢？他专到极处了，是不是？他连无量寿经都没有读过呢，他一次讲经也没有听过呢，他也没有跟大家共修过，也没有参加过佛七，没有参加过三十七天，他怎么修啊？就一个人在寺院里面老老实实的念南无阿弥陀佛，时间也不久啊，3年，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所以我们这个念佛要把这个最好的榜样找出来，然后呢老老实实的向他效法。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想用功念佛往往有障缘呐。古人有障缘，我们现代人障缘多不多啊？太多了。最大的一个障碍在哪呢？就在您的口袋里面。
是不是？或者在您包包里面，您天天离不开它，手机嘛，这个东西哦，哎呀，扰乱我们的清净心，不能够得念佛三昧。下面呢说，遂令学道者如牛毛，得道者如羚角。正因为大家在修行之路退转的多，所以坚持到最后能够了脱生死的人凤毛麟角啊，太少太少了，这是很惋惜的。弥陀因地悯其勤苦，发无上愿，以佛威德令闻名人即得三忍，正不退转。这因为法藏菩萨在因地当中考察过所有诸佛刹土，哎，他知道十法界里面呢，这个修行呢很不容易，大家很容易呢退步，所以他就希望啊，凡是升到极乐世界的大众啊，不管是什么品位的，只要到达那里，全都得到弥陀愿力的加持，因为有佛力的帮助，这个人呢，他就能够证得三种忍。那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可以说就没有这么好的一个缘分，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地球上修行的，真的，如果不进步，后面就是什么？三途啊！大家看一下《观经四帖书》，善导大师写的，里面有一句话，我们看了之后感觉到很恐怖啊。他说：“如果不能够啊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是三途有份的。”您可不要以为说这个话是不是讲得太重了，不重，事实。看看现在人，哪一个人不造贪嗔痴的？甚至学佛了，学佛之后还有没有贪嗔痴啊？还是有啊。我们不要去说别人，就说自己好了，我们有没有贪嗔痴啊？还不是一样贪，只是比学佛之前稍微收敛一点，毛病习气还是有嘛。所以呢，我们明了阿弥陀佛非常慈悲，帮助所有升到极乐世界的大众，个个都在那个地方修学啊，不必担心会不会退步。原在退位，成佛愿力，唯进不退，即至菩提，实为大庆啊。你看呐、啊，升到极乐国土，我们有阿弥陀佛帮助，还有那边的大菩萨帮忙，那这个人呢，他的进步神速啊，所以能够这一辈子遇到净土大法，是最值得庆幸的一桩事情。又会说曰：“为难思愿力，亦得一切德，不退与三人，同时具足故。”这就说明了十方刹土里面的菩萨，尤其是那一个声闻缘觉啊菩萨，这是讲啊三圣里面的菩萨啊，他们还没有明心见性，他们可能呢证得了位不退心不退，但是啊那个念不退呢还没有做到，所以他们修行是进进退退，当然他那个底线呢是最低，是初心位，上上下下的。那如果达到念不退，他就是法身菩萨，这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他是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都正的。所以啊，
在十方国土修道难，但是到达极乐世界呢，这种情形就看不到了。因此我们把这部经，把这个注解参透了，对于阿弥陀佛，对于极乐世界啊，就非常感恩，就非常向往。因此学佛人一定要认真念佛。一般我们常说嘛，上报四重恩，大家每天都会做早晚课，这个回向偈我们都念，都会唱，唱得很大声，拿什么来报答的？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就是真正报答佛恩。难思愿力，这是说阿弥陀佛的愿力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呢也无法去想象它。得一切得，不退与三忍，同时具足。你看您才到达那边，什么都能够得到啊，所谓的心想事成啊。既然想去极乐世界，那我们对于这个娑婆世界就必须要真的能够放得下。娑婆世界什么东西我们很难放下的，五欲六尘，名闻利养，大家说是不是？谁不爱，谁不喜欢呢？没有的时候拼命想要获得，已经有了呢生怕失去，哎呀一天到晚了，他那个心不定啊，患得患失。有人呢又担心别人会偷会抢会骗，所以我们明了这个世间呢，我们居住呢修道难度太大了，不如呢早点升到极乐国土去。必须要知道这个世间的一切都是假的，大家相不相信是假的？我们就说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吧，你说这个日期是不是真的呢？今天几号？今天11号，明天几号？明天12号。您说10月11号是真的是假的？抽象概念嘛，不能当真呐。通过这些事情我们看清楚它的本质，就不会去计较，一切随缘，什么都好。别人对我好，我对他好，他对我恶意相向，回报我，批评我，伤害我，甚至要杀我，我对他还是好，我还是把自己的功德啊，无私的回向给他。我的愿望很单纯，就是要去西方净土。别人拼命的造六道轮回业，我是拼命的造西方净土业，那将来的出路结果是迥然不同的。他是要六道轮回没完没了，我们呢这辈子就离开六道，离开十法界了，到达西方净土见到阿弥陀佛，您就悟无生。就像这里所讲，您就真的三种不退。所以啊，要把这个利益啊真正弄清楚，搞明白之后呢，就会做到万缘放下，一心细念弥陀名号。下面是念老讲的，深显弥陀一圣愿海，究竟方便之妙用。的的确确我们生到极乐世界都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弃用一圣。这个一圣啊，是说成佛，用通俗的话来讲，证得究竟圆满的
觉悟，大智慧，大德能，大的相好，恢复本性之后，他还起这个妙用啊，不是说成佛之后什么事情都不做了。有的初学人呢，他挺有意思的，我们请他到寺院里面来学佛，他说他看了一下参观之后啊，他就说我不想学佛，我也不想成佛。我们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想成佛？成佛不好。为什么成佛不好？一天到晚都站在莲花上动都不动，一天到晚都坐在莲花上动也不动，一句话也不说，我不要这样子。他这个是什么呢？哎呀，不懂这个意思啊，站在莲花上表法嘛，表什么呢？超越十法界啊，坐在莲花上也是这个意思的。那如果一天到晚佛都坐在莲花上，那他成佛他就没有这个妙用嘛，是不是？就要懂得佛门的意思，他自己成就之后呢，有妙用的。所谓这楞严经上讲嘛，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有感应的。那众生有感，他自然就会有这个应。该现佛身就现佛身，该现人身他就现一个人。小乘经典里面有这样的两句话，我们也是常常看到，所作一半不受后有。你看这些大德，这些圣贤，他们把这个生死大事解决了，出六道，出十法界没问题，想什么时候出去就什么时候出去，想什么时候再回来呢，随时都可以回来，如同观世音菩萨一样，千处祈求千处应啊。他那个应呢，无心而应。所以我们要明白，佛菩萨真的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你只要真的想跟他求学，他立刻就会现身到你的面前。那么现在呢，我们真的要静下心来，好好的学这部无量寿经汇集本。有人说无量寿经不能够汇集，要学无量寿经必须要学只能够学原译本。那我们就问他了，为什么无量寿经不能够汇集啊？他说你现在学的无量寿经汇集本是居士汇集的，不可以这样子。那说这个话就外行了，夏莲居老居士是不是第一个汇集无量寿经的？不是。是不是您我们看佛教历史吗，倒推看回宋朝时代，第一个汇集无量寿经的是谁啊？王龙苏老居士啊，这个大家查得到啊，是不是？他修净土法门，哎，他是第一次汇集的。他最后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而且他走的时候是怎么走的？大家如果看过《龙书净土文》，里面呢有他的一张相片啊，不是相片，一张画像。古时候是画像，他是站着往生的。那如果说他汇集无量寿经有罪过，他凭什么站着念佛往生？是不是？那正因为他汇集无量寿经有大功德，所以就帮助他将来怎么样呢？念佛自在往生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啊人云亦云呐、啊，人家说什么你就以为是真的，一定要把事情搞清楚。况且
汇集经典，也不是王龙书老居士第一个做的。传到中国来的经典42章经就是汇集的，摩腾大师、竺法南大师他们汇集的吗？还有我们早晚课，你说是不是汇集的呢？还有这个30经典是不是汇集的呢？三昧水忏啊，这个水陆法会、梁皇宝忏不都是汇集的吗？你说不能够汇集，那你也太轻松了，什么也不用做了，是不是？所以那个话讲不过去。下面是《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所讲的：若人急欲至不退转地者，应以恭敬心直持称名号。这是教我们大家了。如果我们想要快速的证得三种不退，有没有方法呢？有，这里就告诉我们两句话。今天这一堂课你什么记不住没关系，你把这后面两句话记住就好了。应以，这个语气很肯定哦，应该以恭敬之心直持称名号，这个名号就是阿弥陀佛。所以有位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就告诉我们，整部佛说阿弥陀经它的宗旨是什么？我们讲陀罗尼是什么，它的纲要就是四个字：信愿持名。专修的人，做到恭敬心达到极处的人，他念佛甚至还不用3年。我们再看净土圣贤录好了，里面就记载的也是宋朝一位大德盈科老法师，他念佛多久？3天3夜。如果我们这个道场来个佛七，7天7夜念佛，大家要不要报名呢？说实在话，7天7夜念佛不睡觉念佛，那体力要相当好才行的。我们先从1天1夜开始，1个礼拜1天1夜，念上个几个月之后2天2夜，半年之后3天3夜，慢慢增加。而盈科老法师呢，他只念了3天3夜佛，居然就把阿弥陀佛给念来了。所以这个佛菩萨话没有讲错啊。阿弥陀佛来呢告诉他，你还有阳寿10年，好好修，以后我来接你。这个老法师很有智慧啊，他说哎呀，这10年呢，我怕自己又犯错，我怕会堕落退转，我现在就跟你走。阿弥陀佛就跟他商量，那这样好了，3天之后我来接你。所以前后才几天呢，6天，不到1周嘛。我们也想跟他学，那现在该怎么办呢？就必须要把这部无量寿经字字句句所蕴藏的性相理事因果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想要把无量寿经参透，最好能够学黄念老这个注解，这个注解太好了。我们这是第5次来学习。悟生是打算呢，这一生后半辈子就一直讲下去，一直讲到死，讲到往生那一天。哎呀，每一次学习哦，那个感受跟上一次又不一样了。不，这次次都有新的体会了嘛。
真正了解娑婆世界的真相，也把极乐世界的事实搞清楚了，我们就不会留恋这个娑婆世界了。我们对于这个身体啊，就不会，哎呀，像以前那样子啊，特别珍惜的。要知道，这个身体是个工具。当我们要走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就不要了。大家一定要晓得，人这个身体的状况，它是常常在变的。大家说是不是？现在大家还年轻吗？你就感觉不到那个身体变化的显著状况。常言说啊，人到70、80左右就很容易感觉到体力不如年轻人。70、80，大家看起来还很年轻，所以哟，你还不觉得？哎呀，真的到了70、80啊，就觉得走路速度也慢了，做事情体力也不够了。那现在该怎么办呢？还没到70、80，那现在就要拼命念佛啊。不能够浪费时间。下面是《弥陀经》上所讲的，有小本愿，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佛在《阿弥陀经》上啊说的一个事实。其实我们看《弥陀经》呢，尤其是后半部分，佛是四次劝我们大家要发愿，四次啊！一般古人讲嘛，四不过三，佛居然讲了四遍。有慧疏曰：“为三忍不退，悉摄在名号中，称名时。”名义不离，自得此等德。原来啊，这一句弥陀名号包含什么？三种不退呀、啊！这个道理啊，很多人都不知道。下面是念老讲的，可见凡闻名者，但能信愿持名，亦悉能现证。不退，大家看了，您能够做到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得到什么利益啊？现证不退呀、啊，不是以后啊，是这一生啊。说实在话，您今天开始信愿持名，您今天就怎么样，就证不退了。那既然不退，就是什么？进步。您朝哪个方向在进步？西方极乐世界，弥陀一圣愿海，妙德难思，六字洪名究竟方便。的的确确呢，八万四千法门相比较而言呢，净宗这个方法是最方便、最容易修。果报呢，也是最为殊胜的，而且修学起来就非常简单，就是念阿弥陀佛。48愿，愿愿摄众生，愿愿显真实。每一个大愿呢，可以讲的，都是摄众生啊，这是讲事。显真实呢？这是讲理，所以48愿里面有事也有理。分之则为48，合之为一法句。这个话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好多遍了。所以48愿分开，一个愿一个愿，分得很清楚。那把它融合在一起呢？它是什么？一法句。这一法句是什么？就是天亲菩萨在《往生论》里面所讲的，一法句者清净句，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呐、啊。
所以一法句呢，就是清净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也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这完全是从这个果德上来说的。真实智慧是我们自信的本有的，无为法身不生不灭，是我们的法身，是我们的真身。这中文也说吗？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也就是天亲菩萨所讲的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的。因此我们只要升到极乐世界，莲花一开，你就怎么样呢？就发现到自己身体不一样啊，完全不是我们在地球上这个身体了。我们那个身体是跟阿弥陀佛同样的金刚不坏身，这个都是阿弥陀佛呢愿力的加持，使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殊胜无比的真实之力。所以我们现前呢，真的什么事情都不要往心里去呀。事情可以做，但是不要放在心上。事情做完了，赶紧念阿弥陀佛。做事情的时候专心做事情，一旦做完了立刻把佛号提起来。那如果说做这个事情不用去思考的，您也可以怎么样呢？一边做事情一边呢念佛。比如说你擦桌子啊，擦桌子要不要动脑筋呢？不必，你在眼睛看着就好了嘛，是不是？眼睛盯着哪里有灰尘把它擦干净，但是心里面呢还是给念佛。扫地也是这个样子。到这里啊，我们是把阿弥陀佛的48大愿呢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报告。这是这部经呢最重要的部分，所以我们花的时间呢就比较长一点。下面一品呢是非常重要的品题，必成正觉第七。你看这个语气啊也是非常的果决啊，您只要升到极乐世界，必定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那就阿弥陀佛来说呢，他发48大愿都圆满了，都做到了，他成佛了。那我们到达极乐世界呢，也能够圆满成佛。所以他有多重的意思在里面。我们来看底下。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颂曰。这品经文呢一共有11首记诵，下面呢我们都会一一看到。法藏比丘于世间自在王如来说48愿已，乃于佛前复以记诵表此行愿，并请证明以大愿真诚深广故，应时感得玉花地动，空中赞云，必定成佛。以上是本品内容。这一段开示啊，是念老呢帮我们呢小结一下这一品的重点。阿弥陀佛所发的所谓的大愿呢都是真实愿，因为他的心是真诚的，就有瑞相出现了。什么瑞相啊？玉花从空中哦降下来，天花了，大地呢也有震动啊，并且那个空中还有声音呢，赞叹法藏菩萨必定成佛。所以哦，这是把当时的现况啊都记录下来了。好，我们来看底下的这个记诵。第一首，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思愿不满足，誓不成等觉。太了不起了，他这个智啊不是一般的智，是超世智啊。
下面再解释一下。超世智者住今家中颇有一节。那古大德呢，对于这句经文呢有不同的看法。像净隐老法师，他在注解里面就讲，这是隋朝时代的慧远老法师，他是常住在净隐寺，所以后人尊称他为净隐老法师。前所发中求法身愿，求净土愿，名超世愿。那净隐老法师啊，他是以康生改的《位仪本》里面的光明无量愿、寿命无量愿与诸佛称扬愿为设法身愿。光明无量是第十三愿，寿命无量是第十五愿，诸佛称赞是第十七愿。这三愿呢，都是说的法身。国土清净愿、国土严饰愿为设净土愿，净营净虚慈五愿超出世间也。净隐老法师认为啊，四十八愿里面这五个大愿呢是超世间的，他有这样的一个看法。景兴师同之，哎，还有一位大德看法跟他一样哦，就是景兴老法师，这是第一种说法。但是别人怎么样呢？提出他们的新的说法，以及望西等则谓种子所发之四十八愿，这个说法就说得太好了。所以讲超世间呢是哪些愿呢？每一个愿都是啊，不是只有五个愿而已啊。因此念老就说，后说甚是啊。后说就是义寂老法师跟望西老法师提出来的观点，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真解曰，五祖也就是善导大师，五祖言不可思议四十八愿，又云无碍誓愿。世人一为此四十八愿者，愿愿各投，欲利与世相并耳。当年善导大师啊，就说过这样的话。世间人呢，就说这个四十八大愿呢，啊，每个愿怎么样呢？愿愿各投，这个各投就是个别的意思，就好像是我们吃的这个食物，你看这个栗子跟柿子，这是完全不同的食物的，皆是格力不容之见而已呀。这个格力就是彼此相隔，次第不合会，不融会。善导大师说这个话呢，是对于世间人呢批评，批评他们呢没有做到啊融会贯通。他们以为，他们误以为每一个大愿都是独立的。我们前面刚刚学完四十八个大愿，就了解到四十八个大愿的每一个愿都是圆满含摄其他四十七个愿。这就是华严经上所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整个四十八愿是个整体啊，不能够分开呀。并且导公大师还讲过，这四十八愿里面有最真实的五个愿。这个最真实的五个愿里面呢，其中一个就提到了定成正觉，大家还记得吗？定成正觉。所以我们这一品经文呢，品题，哎呀，这个下联公也是很有智慧，他就用经文
来做这个品题呢，必生正觉。所以生到极乐世界，大家个个都能够证得无量寿、无量光，这个就叫做超世。好，下面再说，金不染，玉如一匹蜀锦巧织成花果之叶，似根茎之叶有别，而所织成但皮锦耳。这个蜀锦呢，就是四川成都这个地区呢所出产的绸缎，我们讲丝绸。我们知道中国这个丝绸那是非常有名的。中国以前有一条经商的道路，一直通往欧洲的，叫什么？丝绸之路。所以以前这个工人呢，他们很有智慧，在这个丝绸上面还绣花。这里就讲什么？有花、果、枝叶等等。哦，你看这个上面呢，有很多这些不同的景色，但是仔细观察，还是什么？还是一匹布嘛，是不是？一匹绸缎嘛，他没有离开它了。精义如是啊，把它呢来比喻四十八大愿呢，虽素有四十八，而但是依正觉善巧所庄严，故曰无碍誓愿。极乐世界怎么来的？是四十八愿成就的。这个四十八愿呢，就好像一匹绸缎上面那些树木、花草、鸟兽、人物等等，不可思议四十八愿，四十八一愿皆具不可思议德故。这个说的太正确了，每一个大愿都是不可思议的性德所成就的。诸愿相入而无所隔，名无碍。这个无碍啊，就是愿愿相入。刚刚说嘛，一愿就是其他的大愿，四十八愿呢，一浓缩就是一愿。这一愿是什么？就是定成正觉。由上可见，四十八愿互融互入，一皆是超世之愿也。这样子解释啊，那个话才讲得通啊，他才讲得圆满。所以呢，不是只有几个大愿才超越世间，他是每一个愿呢全都超越。有善导大师于法师赞中云：弘誓多门四十八，遍标念佛最为亲，是为一之愿悉为念佛也。从这儿不就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所发的每一个大愿都是什么？都是为了帮助我们成就念佛三昧的。这个法师赞呢，是善导大师写的，他老人家呢就按照这个来做修行的功课。所以我们看善导大师，他是要求生西方净土的，而且他确实呢到达极乐世界。而且在我们中国、在日本、在韩国佛教界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善导大师是随印花来的呢，阿弥陀佛才来的。你想想，那这个话是阿弥陀佛说的，您相不相信？当然相信嘛，是不是？那还怀疑什么？全盘接受就好了。所以我们要明了，每一个大愿呢，都是要成就众生念佛功夫的。希望我们大家呢，有时间念佛，真的要争分夺秒啊，不要浪费自己
宝贵的光阴，在这个俗世杂事上面。那如果把精力时间耗费在这个世间法上面呢，我们这一生就很容易空过了。大家还记得前面这个舍利弗尊者，你看他六十小劫啊，都不能够证得不退转的。这是经验告诉我们，要汲取古人的教训。我们修行呢，贵在专精，不要夹杂，不要间断，不要怀疑。莫学悟圣初习念讲，难免有讲错以及疏漏之处，如果有任何错误，敬请诸位大德予以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